下来我们讲第四个花，分百合叶。接上面一个花啊，接上面一个花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低头用侧身点地，一二把两手并拢，女士抬头看男士，二三四，要这个动作要做漂亮，就把身体转起来，五六，然后一个切，也是我们的一二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归位，一二三四，接手，接到正方向啊，然后呢，女士走九十度转位，一回来的时候正好男女平行，二三的时候女士打左手，啪把身体转上去，竖的平行，四归位，五横的平行，六归位，男士给一个力，女士一百八转圈，一二三四归位。为了让大家呢更好的学得清楚，通俗易懂，我跟葛老师呢用侧面呢再给大家讲一遍。接上面一个花儿，是双手打开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分百合叶，第一个花啊，第一个动作吧，低头单腿点地，一把身体拉开，彻底拉开，一埋头，二两手哎夹回来对视，三再打开，四再回来，五六回来，切也是我们的一二啊，一二也可以喊切，这个手切的时候是低位啊，也可以喊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再归位，一二三四换手。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方位有棱角的做出来，一男士给一个力，女士把身体舒展打开，二回来，三手打出去力度，四回来，五打出去，六回来，给一个力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头上花儿，